全餐的推荐官吴宇恒来到我们中间了，我们大家掌声欢迎吴宇恒。哎，恒恒好，来坐坐坐。那女的别补妆了，那女的。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嗯，好嘞，好嘞，好嘞。哎呀，这孩子真懂事，一定。大家好。对，跟大家打个招呼完了，大家可以刷起来啊！欢迎恒恒，大家刷起来啊！欢迎恒恒，哇，好帅，宝贝！你看这你看人家管你叫宝贝，我出现的时候人家是管我叫宝贝啊，你不是我不是，人家叫我老公。啊对哼哼来我们直播间呢，我很高兴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前一段时间呢，比赛的过程当中，前面呢我没有看太多哈，但是呢最后的那一场我真的是有关注，有关注。尤其是那个成团你没有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我是有遗憾的。因为在那场里面你是发挥的很好，发挥的很好，很稳定，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大牌优秀艺人应该有的那些素质都可以看到。在你的眼里看到你的眼光，你和你的这个粉丝的交流，完了包括你演唱的稳定性非常非常好，所以没有关系，成不成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送给你一个宝贝。哇，认真的哇！哼哼啊，曾经说啊，人家说这个成团之夜啊，这个哼哼成为了遗珠啊，哼哼说我不是遗珠，我是珍珠 ，OK， 就因为你这句话，哥哥送给你这个珍珠，这是珍珠，好吗？谢谢老师。没有，不客气。哇哦，真正啊，我们的歌坛新星啊，我们真正的明珠，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吴宇恒，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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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啊，这个哼哼呢，今天来我们直播间呢是有任务的是吧？对啊，是什么任务呢？来开始营业。啊、对，嗯。啊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哼哼当时的表现又唱歌又跳舞，应该算是一个全才。你觉得你将来你肯定是要这个就是做歌手呢，还是说要去这个说可以做演员尝试啊，或者怎么样？你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打算呢？其实我现在也是想的，就是我就是可能演戏然后唱歌，其实我自己都很喜欢，然后我都想多尝试一下。影视歌多期发展。对，像你啊、哦，我不行。你看我，人家有时候经常说，你看林依轮那个就多可怜，现在都天天在直播间卖货。我说我愿意。天哪，其实多好。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唱歌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我们能把我们自己的快乐，或者我们要传递的信息传递给别人，让别人感觉到正向的能量，这就已经是。是的。对吧？所以其实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在今年夏季。就是在今年春季的时候，完了，这个哼哼他们成为了一个整个的大热点，很多你知道我的同年龄的哈，女生，完了跑去看你们的那个什么，说进不去，在门口也要支持，完了当时我损他们，说呵呵呵，你们这老阿姨老妈妈们够可以的，你们都成奶奶了吧？没办法，节目就是这么火，就是这么受欢迎。那我想问问你哈，就是说从这个比赛之后呢，也不叫比赛，就是这个节目之后哈。行程肯定特别满，对吧？你又是一个好吃的人，是的。完了，那你想想，饮食不规律，到现在天天吃好吃的，你怎么保持这身材呢？其实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的经验是我是习惯放肆一段时间，然后控制一段时间，就是张弛有度一点，就是你这不叫张弛有度。就比如放肆，那你不是跟我一样吗？属于一个派的，吃了拉，拉了吃，吃了拉，拉了吃。对，就比如就是放肆的时候，就真的吃好多，然后可能最近就处于稍微有一点点。但是你放肆吃很多，你会胖吗？会，我像皮球一样，就是我胖了快瘦了。好，也是那种喝口凉水都长胖的人。对啊，那所以其实往下，所以那这个这样哈，今天呢，其实你是作为薄荷健康。三日全餐我也给大家推荐过哈，三日全餐的那个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正题好不好？好的啊，开始我们的正题好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薄荷健康是我们直播间的常客了，对，完了，所以呢哼哼来我们直播间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就是一个这个三日全餐。三日全餐你吃过没有？我吃过。你吃过你有用吗？我有用，咱不能说减肥啊，管理控制体重的时候，我控制的时候，我是真的有在吃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效果，因为它里面很多那种低卡的东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想控制，然后又想吃点好吃的，它、就是、其实还真的非常有用。那你喜欢吃这个暖心的呢，还是抖唇的呢？当然是抖唇的。对，因为对于成都人来说，就是真的就是得需要一点点辣椒。需要一点味儿，口味比较重。对，完了你往前一点哈。完了有人说让宝贝声音大一点、啊，好嘞。哎，对，不行，小朋友，小朋友人家的那个声音，他不像我这样，我这大嗓门喊惯了，哎呀呀、哎，人家保护嗓子，嗓子好。我就嗓子太薄了，就是经常就说着说着就声音就小。嗯，不会不会，特色咱就是咱俩声音是不一样的、嗯，你的声音还是属于那种柔情似水。我的声音是属于该出手是的。对，那这个你是喜欢吃抖唇、嗯、完了呢，如果要是这个我吃我吃六天的话呢，我会吃两个，一个暖心，一个抖唇。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会喜欢吃暖心、嗯、为什么呢？减肥了嘛，肯定说哎我要难为一下我自己，其实不难为啊、嗯、这里边就连他那个拉面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嗯、是的。完了过两天之后就想吃点带味儿的东西了，是的，就一定是要抖唇了，对吗？对，一定要抖唇了哈。抖唇就是带点辣呀，嘴巴哎一吃不不不不不不不好辣，不不不不不，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我们来看一看三日全餐，完了抖唇和暖心版各是什么样。可能我们直播间如果是这个播健康的姐妹粉丝们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呢很多我们哼哼的粉丝来我们直播间，可能之前听哼哼说过这些东西，可是呢没有见识过吃全餐是一个什么样。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好啊，在这儿我们来看一看啊。啊，来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哇哦，三日全餐，完了这个呢是加起来总共是这个六天的，六天的，在这里面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对啊啊，你最喜欢吃哪一个？我刚才看到这个了，对，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哼哼喜欢吃这个。对，这个面。对。椒麻面，完了呢，我呢自己喜欢吃什么呢？我喜欢吃兰州拉面，啊，兰州拉面，拉面对，那个非常好吃。所以我一直啊，你知道，今天其实你来给我一个福利，我还要感谢你，因为我一直要那个兰州拉面单独的链接，品牌不给我，品牌不给我，这个味道也，对，完了他都是给我一箱一箱，我说想单独这个真好吃。完、啊、今天是因为你来，我说哼哼来、嗯、OK 来我直播间，你不给我单独的我就不让哼哼来。所以人家给了我这个单独，今天一会儿有链接给大家哈、嗯、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像这个日式的铜骨拉面，完了再加上那个饭也好吃，对啊，咖喱饭都非常非常好吃啊，甚至是这一碗粥，你喜欢喝这粥吗？这个粥还不错，这粥我跟你说就是拿开水一冲，哎，餐厅里边做的粥啊，都没这个好喝。是，这个是真好喝。这个很方便。这个是，那你闻闻这味儿。对，闻这味儿。嗯，它的香味儿，它香味儿很浓，完了里边带一点香菇。我自己呢喜欢比较喝这个、嗯，但是呢，第一天我们如果吃不好健康那个全餐的时候啊，第一天没有什么问题。嗯。可是到晚上以后会饿，这个是我的经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是的。第二天早晨喝完这个奶昔会怎么样？不要离厕所太远，有可能会突然憋不住。因为你通过第一天啊，你对热量的管理完，这个时候肠胃开始重新启动，他早上给你来一杯这个特别缺德，我跟你说，保证你早上起来拉稀了、哎、对，就是这个啊，刚喝完这个，早餐喝完这个不要离厕所太远哈。完了我们这个一定按照这个，很多朋友跟我说哎林老师我们吃那个全餐哈，我们第一顿吃完这个以后，完了我们的正餐什么时候吃啊？那个我说你吃哪个正餐？就是家里做的饭。说没有，这就是正餐，这里全是三个正餐，早餐、中餐、晚餐，早餐、中餐、晚餐、嗯，咱们就按这个吃，保证你有效果。嗯、你不能说吃完这个之后，完了再吃顿，吃完这个不健康早餐，完了你再吃一顿自己的早餐，不能完了吃完中餐以后再吃一顿自己的中，不可以啊，就按这个吃，那就成家餐了啊，对，那就了不得了，那这吃完以后减不了，它就是管理控制体重是利用什么呢？利用热量。来帮我们去控制，大家知道这个哈。今天是这样的啊，平时价格是369一套，369一套啊，一套就是这个三日全餐的啊，咱们可以选这个暖心的或者选抖唇的，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不一样了，因为哼哼来给了我们直播间一个福利，详情页领470块钱的优惠券啊，到手价
268块2套、嗯、啊，意思哦，算下来的话11多块钱一次，没错了，等于那你算算吧，268两套就是6天嘛，6天，268两天，那一餐才多少钱啊？对，非常非常便宜，你吃过这么便宜的让自己能，哎，咱就这么说吧，咱就这么说啊，六天让自己能瘦下来5-6斤吧，你愿意花多少钱？我要花2000。对，我跟你说，你跟很多女生说，人说花3万5万的都可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只用268块钱，好吧？哼哼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那这样哈，那个在上次他上直播间的时候，这没法说话，插不上嘴。哼哼是一个、啊、哎比较这个话少一点，哎话少的男生。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重要的这个机会啊，要留给哼哼，好吧？上链接请哼哼上，好吧？我们这样啊。这个我们的那个啊口号是什么呀？哼哼爱健康，哼哼爱健康，爱健康。OK， 那我就说前面的，完了哼哼爱健康口号喊完，你上链接好吧？好。所有啊，我们哼哼的粉丝啊，我们的你管你的粉丝叫什么？树懒。对，树懒。为什么叫树懒？就是可能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之前的时候我。他们觉得我很慢，像树懒，然后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 OK， 所以你的粉丝团体叫树懒是吧？ OK， 那咱们的粉丝群不太一样，我的粉丝群呢叫老婆们，哼哼的粉丝们啊，树懒们啊，哼哼的树懒们，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买薄荷健康啊，超级三日餐还有机会获得大奖啊，看你们的了啊，我们上了链接之后就看你们的了啊。这个哼哼爱健康完了，你喊上链接啊，来准备了啊，薄荷健康超级三日餐，哼哼爱健康，上链接，上链接，大家太厉害了，你要不要有点激情啊，来哼哼爱健康上链接，四个新闻卷拍二，要拍到是268两套。我们上链接的小伙伴手都抖了，再几号链接？各门卫，在我们的一号热门卫啊，在这里热门卫，大家赶快去买啊！因为它这个真的很划算。对，我来，我继续吃我的拉面。你吃哪个？哎、我真的想吃这个。你喜欢吃那个哈？我是听说今天可以给我们吃东西，晚餐吃的少哈。对，他这真的，你闻起来拉面味？嗯，哦，它很像那个兰州拉面啊。对啊，兰州牛肉拉面特别好吃，这现在是我们直播间最爱。对，所有我们的人啊，就如果要是说我上完那个薄荷健康，大家都到那个这两个箱子里边翻自己喜欢的，完了带回到自己的那个房间。对啊，大家赶快去吃啊，赶快去买啊！这个刚进来的朋友啊，点一下关注。完了呢，我们今天呢，现在是薄荷健康的一个这个小专场，大家呢赶快去买这个超级三日餐。平时价格369一套啊，一套是吃3天的。今天我们直播间现金里470块钱优惠券，到手两套6天268块。是的，一会儿要给大家出免单，还要在下单的所有的树懒的粉丝里面啊，我们还要再抽大奖。知道了。对，所以赶快去下单啊，在我们的置顶热门位。是的。哎，有100份。领400元券，到手268。是的，还有最后多少？100份。还有最后100份，大家赶快去买啊。嗯。太香了，我这儿都太香了。这个味道太火了。豌豆哈，西北对，完了，在四川这叫豌杂是吧？豌杂面，豌杂是吧？嗯，麻辣肉燥豌杂面，嗯，啊，没有了，没有了，给大家，没有了，给大家，没有了，没有了。早餐的时候怎么样？早餐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吃一碗那个辣的面，然后就。开启活力的一天，开启活。我有一次去成都啊，完了他们说有一个网红面店，完了呢是挤不进去的。后来我说那就买回来吧。他们说好，那林老师你要买哪一个？我说一样来一个。一开始他们以为我开玩笑，后来我真点了36碗。你一个人吃了吗？我都吃了，但是应该算是都吃了一半啊，都尝了，对，让我们吃了，天哪，都得尝，因为你不尝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对。对吧？有时候咱成都太多好吃的东西。街边我去打包的，就是他那一碗也不大。对，就我觉得啊，如果在成都，一直住在成都，能长成这个体型的，我觉得都是神人。对，是的，对啊。如果我的话，我跟你说，绝对一个月200斤。对，成都真的能给大家加吗？能给大家加上吗？好，马上沟通，好吧。
对，然后给大家加上啊，好，让大家都能买上，因为这样的话一会儿还有抽奖，好吧？好，嗯，那我们这样，我们再回到我们这边，好吧？好，好，再回到那边。天哪，这个怎么哇这么高？这是干什么？这样啊，捉迷藏。门，这是干什么？门，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要干什么？啊？怎么了？那就这样。怎么这么大箱啊？啊？就这样播吧。就这样播，这叫卡头播。卡头播。哼哼伦伦卡头播。好，我们来拿下来啊，这个是这是二十一天全餐对吧？这个太了不得了。二十一天全餐呢，这个是我们挑战二十一天。其实啊，我觉得这对于所有那个要管理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呢，这不是一个挑战。对。大家你看，大家还在刷你呢，哼哼爱健康。完了，这个给你留言，完了你可以多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想问哼哼的，完了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哈。对，完了这个我如果看到的话，我会让哼哼来回答，好吗？帅气，嗯，哼哼好可爱，宝宝好帅，宝宝有没有女朋友？二十一天，我记得当时我姐姐哈，我姐姐吃那个爆健康，她是吃了六天。后来他又坚持十二天，那他就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能不能那个找一个多一点的，因为什么呢？如果要是三日全餐，这个两套，那如果你要吃十二天的话，就会有重复嘛，对吧？你要吃十八天，那重复就更大。我们二十四天这个养成一个习惯，但是二十一天呢，如果要真是管理体重管理的好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嗯，所以呢，薄荷健康给大家出了一个这套挑战二十一天薄荷健康全餐。对，啊对，这二十一天下来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叫身轻如燕，嗯，其实你身体它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行走，就是人会真的会轻松。有的时候体重如果你加剧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很大的负担。所以他这二十一天绝对是有针对性的啊。绝对有针对性的，一个是什么呢？吃完三十餐以后，觉得自己很厉害，完了希望就是控制的很好啊，完了想再去多尝试的，完了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要结婚的，嗯，是，要参加朋友的重要的那个场合，需要这个帅帅的或者很漂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提前多一点时间。特别像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上镜的时候，需要上镜的时候，对，提前管理一下。是的，是的，是的。你看你们，你一来完，人就管我叫林大爷了。没有啊，哼哼胖过吗？人家有人问说没胖过吧？说你在这说减肥，凭什么你说减肥啊？没有，其实我真的是那种一胖一瘦。你胖过没有吗？我胖过，我以前待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学习压力大啊，那个时候比现在可能得胖个二三十斤呢。对，那个时候是挺胖的。那是多少斤啊？140。140多斤。对，但后来我上大学之后慢慢瘦下来了，就是。控制热量嘛，瘦了二十多斤三十斤，对，就得控制热量了。那所以其实你减肥应该是有经验的，嗯，是啊，就其实你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他不是有那个薄荷的 APP 嘛，哦，然后就是你可以就馋每种食物它的热量，哦，就热量管理，哦，啊，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哈，就是以前呢，很多朋友在那个管理控制体重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那个什么热量管理，为啥呢？首先一个。今天我要吃半根香蕉 ,OK, 半根香蕉完了就去查这个香蕉有多少热量，完了我吃完这个以后应该再搭配什么样什么，很麻烦，这个真的是很麻烦。但是薄荷健康呢，人家是的确把这个东西都给咱们。对，它有营养师的。对，全部处理好了，这个二十一天的全餐啊，不光是这个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二十一天开了我好像算的是多少种产品来着。它好像是一百多种，没有，它是这样，二十四，就是它那个二十四啊，那个是159种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就是那个量不是，就是你体积不是特别大的那种，体重基数，哎，体重基数不是特别大的啊。完了，咱们要管理控制体重，完了二十一天那个是满，咱们二十四的，嗯，是159种食物在这里面。那如果基数大一点的话，咱们是174种。在这里边，嗯，啊，就会更两款可以选，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看哈。完了，这里边这个整个这个包打开之后，嗯，刚才啊，大家收到的时候会是三箱，嗯，会是三箱，那这是其中的一箱，
一箱呢是七天，三箱就是21天。今天呢这个哼哼是带着工作来啊，工作来是什么呢，一个是给大家推荐这个报健康，还有一个呢是带着自己的工作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之前呢说哼哼说答应这个树懒们要多拍一些照片多发一些微博，让大家能经常看到他。那这样我们上这个之前啊，让哼哼先完成自己的 KPI。好吧，完了再完成咱不健康的 KPI。好吧，那这样啊，对，我们先把这拿开，完了大家准备买这个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朋友啊，直接在这儿可以吗？直接在这儿，那就是你对着镜头可以稍微近一点哈。好，这孩子太秀气了啊，说话太斯文了。显得我太浪了，我跟你说，声音有点大。对，那就这样啊，我倒数九个数，哼哼呢做九个表情或者是动作，咱们就拍。我们所有的树懒们啊，大家拍个九宫格，所有的树懒们一起来发微博 ，@哼哼，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他完成今天的这个KPI 了，好吧？我们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完了大家这个一块平拍啊，冲这儿啊，冲这儿啊，好，来3、2、1，九，你这几个呀？九啊，九，我不是九，你不用做这九，你自己做动作，好，你自己做动作啊，来，3、2、1，九，八，七。六，你这样，你不能这么敷衍自己的工作。没有这个，你这个 KPI， 如果我是你领导，我绝对不给你过，我要扣你的奖金。扣绩效，扣绩效，扣绩效啊，扣绩效，扣绩效。天哪，不给他吃饭，饿着呢。好，完成了三个，刚才那个第六个不算。好啊，我们还有六个啊，来了啊，倒计时啊，来，六。啊，师傅抽完了。OK， 没事，不一定做动作，表情也行，好吧？表情也行，要不咱过不去了，完了，我这汗都出来了。来，六，五。四，你这他，我跟你说，他这九宫格啊，只有三个动作是过关的，剩下做的都是同一个动作，啊，就是一边在左，一边在右。你看刚才那三张照片，行，就算他过了吧。那我们最后三张啊，最关键的啊，一定要帅。你拍出来，你都发微博，你不帅哪行呢？行，你到时候树懒们不喜欢你了，嫌弃你咋办？是，我们哼哼不帅吗？那不行啊，要帅啊，要帅啊。最后来一个啊，3、2、1，来三，二，好，一。耶、yeah,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真了不得，好家伙，我这替你这出了一大把汗啊。怎么我拍照、我没办法，我着急啊，林老师示范一下，我示范，我跟你说，我这动作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九，来一个八，七。哎呦。好，这个不难为哼哼了啊，我们先把这链接上了。问题是今天这个链接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1890块钱是一套，是平时的价格，是的，21天全餐，你想想21天你要花多少钱呢？吃饭，对吧？咱们就不说这个，详情先领个730块钱优惠券，你买它，我们再给你啊，不是我们，哼哼，给你找一个专业的陪练师，陪吃，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吃不健康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啊。你可以打电话，发信息给这个老师，
一对一的 VIP 服务，不收费啊，是专业的营养师，对，专业的营养师跟你一对一的服务。我们吃到第三天了，现在我一点问题我怎么不拉呀， OK， 这个时候营养师就会跟你解释完了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配合一下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漏掉了，这些有时候我们在管理控制体重的时候特别需要这样的心理咨询。这个是营养师跟着咱们的啊，详情页领730块钱优惠券，到手价1160块，21天全餐，完了还要再赠送体脂秤。收到啊，这个体脂秤，这是连接 APP 的啊，或者你可以直接当它是一个秤就可以，它这有液晶显示，完了可以这个直接就是称体重也行。称体重，咱们收这个。你如果说我有体脂秤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破健康的，我建议大家用破健康这个，它这个是很准。因为有的秤它不准，体脂秤不准，它这体脂秤很准，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它。先记一下，我之前对记录一下，21天体脂减了多少，体重减了多少。嗯，或者如果说我不买体脂秤，人家是送乌龙茶和甜橙碎脂冻，这个是、啊、对，这个是恒恒一直给我推荐，他是特别喜欢吃那个那个甜橙碎脂冻，嗯啊，就那一嘬一嘬那碎脂冻，他是喜欢吃那个，或者大家可以选那个是可以的啊。2021年4月生产的，保质期120天，我建议大家可以买挑战一下21天全餐，自动生成 VIP， 有一对一的营养师跟你一块服务，好吧，帮助我们21天内管理控制好我们要去掉的体重。我们准备上链接好吗？好，来了啊，你来喊上链接啊，来挑战薄荷健康21天全餐，哼哼爱健康，上链接，哎，上链接，二十一号链接啊，几号链接？21号链接。天哪！来，我们先领券，我先在页这哈，把券领完之后，直接拍1-1160。我真的，我来之前我想了一下，就是 我觉得这个喊出来特别有气质，就没想到我自己喊出来就是，怎么感觉？没有你们那么有气势，太丢人了。不会，啊，这个啊是恒恒一直说说的，是大家要吃的。一会儿我们这个是有单独的上吗？嗯，这个有没有单独上？应该有吧。完，大家可以试试这个啊，很好。完了，接下来这个是恒恒爱吃的，我们把那个恒恒爱吃的给大家上了吧。什么？刚才恒恒一直在盯着那个东西。是我的。啊，对啊，一直在盯着那个东西。啊，完了，这个哈。麻辣肉燥小面。对，麻辣肉燥小面哈。刚才大家也都知道，完了这个哼哼一来就一直在强调这麻辣肉燥小面。那这个是哼哼的那个喜欢的。完了刚才那个牛肉拉面是我喜欢的。所以今天这两个呢都是单品可以给大家上的。嗯，好不好，嗯，这个麻辣肉燥的小面呢是哼哼最爱吃的。其实呢我当时在这个捡到是第四天还是第五天是吃这个麻辣肉燥小面。嗯，我是很喜欢吃。嗯，它味道调得很好。对，因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管理控制体重的时候啊，我们吃那些东西都是清汤寡水。对，是的，薄荷健康不是这么做，该有肉有肉，该有麻该有辣，全部都有。嗯，可是呢它是把热量控制好的。嗯，对，所以呢 它热量好像很低，就353大卡是吧，这一盒你看专业的，这一盒只有353大卡。对，可是一个男人一顿饭要吃掉多少，500到800。800 对吧，至少是500。你要减肥的时候吃500已经吃的少了吧。一般一个男人吃800。对，那一天下来连早餐大概是1800到2400。那这一个只有300多吃这一个，那你肯定要再喝点水。嗯，完了这时候你感觉有饱腹感。嗯，可是呢没有，它热量不够。嗯，这个时候身体自动的就开始把热量调整起来。嗯，去燃烧我们的脂肪。对，它是这样嘛，对吧。嗯，它这里边啊为什么好吃，就是椒麻味好，它用的是姜精花椒。对，我当时闻这个味道我就觉得它这个麻味特别舒服。是，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还是吃还是吃？我想吃。那你一半割一半行吗？行。哥也想吃，你拿叉子还是拿筷子？那我要吃。对，你拿筷子。哎，这个我来这个。嗯，我来这个。啊，咱俩一人一半，好吧？嗯，一人一半。哥年纪大，哥多吃点。一半比人家碗里的还多呢。豌豆也好吃，哎，哥喜欢吃豌豆，来豌豆哥都来点豌豆。你拿豌豆片，别炒面条了。哎，好嘞，好嘞，好嘞。人还有吗？那哥年纪大，哥年纪大，哥长身体呢。嗯。哎呀，怎么这？总共才多少？嗯，我每次就挑着里面那个豌豆，然后就真的是好吃。嗯嗯，平时价格19块钱一盒啊，350大卡，咱们就可以这个。如果要说不吃全餐的话，咱们吃这个可以。嗯。
今天我们直播间详情领30块钱优惠券。嗯嗯，拍四啊，平时一盒19，今天四盒到手46块钱。2021年3月4号生产的保质期300天，我们上链接来。薄荷健康麻辣肉燥小面，哼哼爱健康，上链接。哎，买单。22号链接领三人优惠券，拍四到手46块钱四盒，每盒200个。天哪！还有最后200份啊，大家快拍。哦，吓我一跳。最后200份，你的豌豆好吃吗？拍四，拍四。吃呀，豌豆也得吃了。对，那还能有吗？人家我自个儿的豌豆吃完，吃别人的。我这人没豌豆了。你这盖儿不好吃了。嗯，这真好吃。好吃，是的。嗯，真好吃。苗哥每次都把这。还有最后9。苗哥买了吗？苗哥买了，都抠到100份了。没有了，知道的让去办。没有了，没了，没了，快拿库存。没了你。快大家赶快去买啊！对，这一定要拍四啊，领券拍四。对，没有了给大家补上哈，没有给大家补上啊。嗯，别断。对，这个你给大家加了。22号链接。小面。嗯。又没了。22号。对，我跟你说啊，大家收到这个之后，你就知道我们对它评价没有任何的虚假。是的。没有任何虚假，真好吃。真是的。你吃起来绝对不会觉得清汤挂水。它就是用肉末，完了搭配的是那个姜青花椒。嗯。姜青的花椒啊。在四川的那是有名的，那是有名的，重庆的，对，对啊，在川渝方面都很有名。对对，嗯，天哪，真的，我现在苗哥把我那都给偷走了。对，我把他不吃我都给偷走了。哇，林老师，你能不能给大家剩一口？那不可能，不可能。嗯，要不是直播，林老师能把那盖上的都吃了。我的人生座右铭是：我的好吃的是我的。你的好吃的要分我一半。嗯，哇哦，嗯，那是分一半吗？分一半吗？这是。我年纪大，我长身体呢。都3.2了。你给人留了多少？好，我们下一个是什么？哇，下一个更好。今天啊，如果喜欢哼哼的树懒们哈，大家买这个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管理控制体重的产品，完了以后一会儿还要抽奖的哈。嗯嗯，有抽哼哼的周边吗？我们是抽奖哈，我们直播间那个姐妹是抽，嗯、一般就是抽那个大奖是过夜的。啊，是这样。想一下。过夜是吧？过夜，过夜吃那个肉燥小面。接下来啊，给大家推荐的是薄荷健康的低脂魔芋，素毛肚，对，素毛肚大家都知道哈，是魔芋嘛，魔芋呢这个也叫蒟蒻，嗯，对，小零食，所以呢大家吃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嗯、它没有脂肪嘛，是的，嗯，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我之前还经常吃，因为我也买过，嗯、就是有的时候超市里也会有别的那个魔芋爽，是，然后但是它这个太油了那些，对，区别就是它这个。还是比较清爽的，嗯、并且它是味道也很足，嗯、所以就吃起来感觉清爽，味道足，不光是没有脂肪啊，嗯、里边它给你添加了8.6克的膳食纤维，哦，有膳食纤维，对了，所以它不光是这个控制咱们的脂肪的摄入，嗯、还提升了膳食纤维的摄入，嗯、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特别好的，更有饱腹感。是的，是的，有饱腹感。你是做专业的词儿，嗯嗯，专业的词。嗯，那现在就是说你自己喜欢吃薄荷健康，你有没有把它推荐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呢？我其实就是我经常把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就揣包里嘛，然后有的时候我的工作人员就会来偷。好吃。对，就会把它收刮走，嗯，就是其实这个很好吃。收刮走，哼哼的小零食。平时价格19.9一包，一包150克，倒出来之后呢，里边大概是有这个2、4、6、6、6、7包，嗯，六七包150克啊。今天我们直播间详情页领25块钱优惠券，到手价34.7三包，对，两个口味啊，我们可以选山椒味的或香辣味的。哼哼，如果让你给大家推荐的话，你会推荐哪个口味？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山椒味，就是。对 ，OK， 我也喜欢。哼哼，推荐山椒味儿，我推荐香辣味儿。今天我们俩要 PK 啊 ，PK。如果哼哼输了，买这个香辣味儿的多，
哼哼就留在我们直播间做我的压寨夫人。好嘞，好嘞，好嘞，留在这儿了。我们上链接啊，大家买的平时价格19.9一包，今天我们直播间34.7三包啊，领20元回券。我们准备上链接来，来，薄荷健康低脂魔芋爽，素毛肚，好好爱健康，上链接，好，24号链接。那么嗨点儿，你领20元回去拍3道种，34块钱三包啊，两个口味。拍到那拍香了，拍香了啊，拍香了。我们做个烟台夫人，你赶快给自己做广告啊，要不你要输了，你输了你就走不了了啊。那我就留着。现在香了，对，略胜一筹啊。行啊，真的吗？赶快赶快赶快，山椒味的啊，山椒味，山椒味好。领二有点山椒味儿，好吧，我不想把他留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干活不能干，上链接上不了，我要他干什么呀？好嘞，对，其实其实对，其实其实如果真让我如果是二选一推荐，我也推荐这个，因为他这个藤椒用的是真的好，他这藤椒用的真好，那个藤椒鸡。现在藤椒鸡很流行，对，大家都很详情页里面你找优惠券，这一张哈，这一张哈，大家拍三啊，拍三，嗯，给大家弹券了，给大家弹券了，大家这个拿了券去买了啊。嗯，我们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对，哦，接下来是那个我们要上一个那个零食盒子哈。对。其实如果吃零食的话，大家肯定是有负担的啊。这款是特别厉害，18种小零食。到现在啊，在他们店铺啊热销，没有一次踩过雷，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全部都是好评。嗯，啊，这里面有好多种。哪些是这个哼哼吃的零食呢？我其实买过这个小鱼干，我之前自己买过。对，在我直播间上过单独的小鱼干。啊，然后还有这个。菊若果冻哦，有点像小糖一样哈。对对对，菊若果冻，主要它是就是要零糖零卡零脂，然后我看到就感觉是不是感觉没吃一样。零糖零卡零脂，对啊，还有这个鸡肉棒是吧？对对对，肉棒啊，然后还有这个哦，奇亚籽的饼干，你也喜欢吃这个吗？对，这个我也买过，我之前这个啊，高纤维奇亚籽饼干、威化饼干，这也是我的最爱。如果咱们出去运动的时候啊，带一包这个，因为什么呢？如果管理控制体重的时候，咱们运动前啊不敢吃东西，完有的人说你吃个能量棒嘛，喝家伙那热量多大呀，直接吃它不会怕长肉，而且还不会让咱们饿着肚子去这个打球啊运动，这盒零食啊都是好吃的，整个每一包里边啊，大家拿出来当零食，每一包都是零卡，最多没有超过80卡的，对，最多没有超过80大卡的，它热量都很对，容易携带。对，平时价格69.9，今天详情页领30元优惠券。我们直播间啊，这一大盒子零食到手39.9，哇，对，2021年4月生产的，保质期120天。我们上链接，大家买的好不好？好，来了啊，那我感觉，嗯，我感觉这东西上面还有好多贴纸，哎，这贴纸可以贴哪？到不知道，可以贴行李箱上什么？小贴纸贴行李箱，对，到时候贴旅行包，可以让我助理抢一抢这个。哎，可以啊，可以啊，那个哼哼的那个助手啊，帮着抢一下这小零食啊，人家喜欢哈。对，我们准备上链接啊，让哼哼跟大家一块抢啊，来来，薄荷健康零食盒子，哼哼爱健康，上链接。哎，就打你优惠券，我们点击链接之后往下拉，详情页是林依轮专属优惠券，领完之后直接拍一道手39.9一盒。对啊，刚进来很多新的朋友啊，完了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吴宇恒是我们这个歌坛的一位新星啊，大家如果看到今天比赛的时候，尤其是最后决赛的时候，那一场真的是闪亮光芒，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欢迎那个宇恒来我们直播间哈。那我想这样哈，宇恒，那个听说就是刚才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嘛，大家连你的粉丝都叫树懒了，对吧？那所以那个这样哈，我们玩一个小游戏，玩一个小游戏啊，你会画画吗？啊，我会。你会画画哈，嗯 ，OK， 好，那就这样，你呢，画画，好吧，你画画，完了呢，我来问一些问题，就是快问快答，好吧，好，因为你画画的时候肯定要集中精力在画画上，所以回答问题的时候肯定是由心而发了，那这样的话，我就问一些真心话，好吧，问一些真心话啊，来，这个，是拿这个，哦，
拿这个宣传照。嗯，这是爆健康你的营养师朋友。嗯，推荐官吴宇恒，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会儿在上面画画，一会儿我们是要抽这个吗？把这个抽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恒恒的粉丝还有我们的姐妹们啊。完了你现在你说开始，完了你画我就要问你问题了，好吧？好嘞啊，好，我先画。好嘞，画一个树懒。好，画一个树懒哈。好，那我就问你了啊，十个问题啊，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选择长高五厘米或者是瘦十斤，二选一，你选哪个？十斤我应该受不了，但我会想再瘦一点。想再瘦一点。是的。好，脑子和颜值二选一，你选哪一个？你一边画你一边回答我。你要这都得选呀，这、啊、都得选，脑子和颜值都得要。我肯定要颜值。脑子原封的将来还能卖呢。没开张了还可以卖，多值钱。是的。好，荒岛求生你带魔芋爽还是带救生衣？天哪，这就是在选快乐还是选安全？那其实两个都得选，真的。两个都得选，真的。OK， 两个都必须需要。好，那你觉得自己哪里最帅？我觉得，我觉得我脑子最帅。看不见吗？哎呀，看不见，但是你可以看思想，嗯，哎，看灵魂。是。脑子最帅。哎，头发还挺浓密。嗯。好，那个一直想吃但一直没尝试的食物是什么？啊，我最近想吃那个虾怪，你吃过吗？没有。虾怪就是那种寄居蟹，但是它哦哦，想吃寄居蟹哦，想吃寄居蟹里边的那个蟹，对，它把那个壳剥掉嘛。对，它叫虾怪，但是叫虾怪哦哦，从里边出来那个一只手那个，啊、对对对对，老往里趴吃的那个。你吃过那个吗？没吃过吧？听说不好吃，但我看着觉得很好吃。好，那下次我给你抓一个虾块给你吃啊！下次你来我直播间啊，给你清蒸或者是那个什么都行啊。好嘞。好，那这样你会用哪三个关键词评价自己？三个关键词：正常，然后平和，善良。正常、平和、善良，嗯，像挺贴切的。喜欢听哪一个夸奖？长得帅，唱歌好听，演技好。嗯，其实我更希望听到的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就是别人对我说的，就是夸奖我有一点受不住，你懂那个感觉吗？我跟你说，这采访他跟采访王菲是一样的，基本上他说的话你接不住，你知道吗？长得帅，唱歌好听，演技好，你希望得到哪个夸奖？唱歌好跟演技好。OK， 好，唱歌好跟演技好，好。平时做什么运动来保持身材？做什么运动？嗯，我在那个剧组的时候会健身，但是如果没有在健身的时候的话，可能就睡觉吧，因为睡觉会提高那个新陈代谢。OK， 哼哼说了啊，睡觉提高新陈代谢，保持身材，这是最好的运动啊。哼哼说，睡觉是最好的运动。来，半夜肚子饿了会爬起来找东西吃吗？得看我在哪个时期，如果我在放纵期的话，嗯，可能就是我就会放纵，但是如果我想要在控制的时期的话，可能我会选择就是吃一些那种，明白，还是比较自律的，对，比较低卡的东西，就比如今天薄荷健康三餐，对，明白，嗯，这个粉丝们哈，嗯，怎么样才能吸引到你的注意力？就是吃薄荷健康。吃薄荷健康就会引起哼哼的注意。我想在这儿啊，跟我们所有直播间的那个姐妹们啊，包括哼哼的粉丝们要说一下，因为呢哼哼是刚出道，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支持他，支持什么呢？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哼哼代言的产品，当然哼哼代言产品肯定他的经理人公司也会做了层层筛选。薄荷健康呢在我们直播间是非常受欢迎，是一个好产品。那所有的姐妹完了，包括哼哼的粉丝，咱们要多去买薄荷健康，这样的话呢以后这个哼哼的商务资源就会越来越好，这样的话呢哼哼以后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也会选择越来越这个高的工作，符合他自己要求的工作，让哼哼开心。我们买薄荷健康，对，多为哼哼争取商业资源，这个就是我们
所有的粉丝对他最大的支持，对不对？嗯，加油。好，那这个哎，欢欢是哎，你这边画一半，还有一点头发。哦、这个啊，我是画了一个竖脸，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没有特别像，但是他也算吧。鼻子像。鼻子像。就是那个鼻子特别像，就是你一看就是树懒。树懒是那个闪电吗？对呀、啊，就是那大鼻子嘛。是的。啊、嗯，抓住特点了。好像没有特别像，但是是，他就是树懒。嗯，对，这个树懒画的真棒，我跟你说，大家看看一下，非常非常的生动啊！这绝对树懒啊，在这个南美洲啊，那就是国宝级的东西啊，就是这样的，被哼哼画的大黑鼻子，栩栩如生，就是这样的。来签个名啊，请哼哼给大家签个名啊，请哼哼给大家签个名。哎，完了我们这样哈，一会儿呢大家要刷阿姨，完了我们给大家抽这个哼哼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签名，和画的这个树懒哈。嗯，开杯。来。啊，那我想呢这个哎，接下来是不是哼哼还要再跟我们一块那个什么呀？对，是吧？啊，还有一些工作，完了你呢就基本上可以就不用营业了，好吧？啊、接下来就是哥哥，但是今天还有你啊，今天还有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喊上链接啊，你喊的不够激情。对，你这样的话，人就我跟你说，这样的话不够健康啊，人家人不让你走，你就得一直营业。对，来那个给哼哼训练一下，给我学习一下。对，训练你不是有训练过吗？来学习一下啊，来啊，我们大家喊这个这个哼哼爱健康，完了你喊上链接。好，如果够气势了，咱们就开始营业，好吧？来啊，来，大家喊啊，三二一，破坏健破坏健那个哼哼爱健康啊，来，三二一，哼哼爱健康，你们怎么丢上人了？你们是要配合哼哼吗？来啊，三二一，哼哼爱健康，上链接，哇哦，哇哦，好，一会儿就干这个，好吧？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地址鸡胸肉啊，这也是哼爱吃的这个产品啊。其实我们直播间那个管理控制体重的朋友也都喜欢吃它，为什么呢？这个鸡胸肉不柴，嗯，很多时候我们吃到那个地址鸡胸肉一打开之后啊，你嚼半天跟嚼那个就是朽了的木头一样，对，这个不是柴了，对，因为什么呢？它是有特殊的那个滚揉工艺。所以呢在滚揉之后再制作完成它是香气够香气够，而且呢它是这个咬起来是有弹性的，嗯，水分也足，是的，给大家看一看，哎，没打开，哎，它这个就是会比较嫩一点，对，很嫩很嫩，这一款是很嫩的鸡胸肉，嗯，看见没有，哦，这鸡肉条啊每一个一打出来就是一个胸部的半边，嗯，对，所以呢如果两包就是一只鸡的胸部，一只鸡的胸部，对了，好吃不柴，这是我给这个鸡胸肉的这个评价，嗯，大家如果饿的时候啊，下午如果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咱们就可以吃一个这个，晚上如果追剧啊或者加班的时候你实在是受不了了，咱们不吃大油的东西，直接呢吃一块这个，吃一包这个就可以了。一包的是60克，它里面是有这个香辣的，有黑椒的，有卤香的，还有炭烤的。嗯，平时价格呢是这个它平时价格是个54.9块，54.9块，嗯，八袋，54.9块八袋，八袋，对，八袋就是四只鸡。对，嗯，你要买四只鸡做这个减肥产品，你得花多少钱？那花好多钱，对吧？嗯，人家这个啊本身就不贵。对，今天在直播间哈，我还领个优惠券，领15块钱优惠券啊。嗯，拍二，平时是八袋啊，是拍一54.9块。今天我们直播间领15块钱优惠券，拍二两袋到手，两份16袋到手69.8块，非常靠谱了吧？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合适啊，只有哼哼来了才有这个价格。对，保质期270天，2021年4月8号生产的。嗯，我们上链接好不好？好，来了啊，准备。大家味道可以自己选啊，如果让你推荐一个味道，你会推荐哪一个？我会比较喜欢推荐就是香辣辣的。OK， 对，哼哼推荐香辣的，我呢继续推荐卤香的，是我喜欢的啊。我们俩再 PK， 今天我一定要把它留下做压寨夫人。我们准备了啊，来，薄荷健康低脂鸡胸肉，哼哼爱健康，上链接，上链接，再几号链接？
25号链接啊，就大家领优惠券，我们点击链接之后往下拉，详情页这林依轮专属优惠券，领完之后直接拍二，一到拍二啊，到时候69.8，16袋。69.8，16袋，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管理控制体重的直播间的粉丝们，包括哼哼的粉丝们的福音啊！大家赶快去买，而且这是真好吃，我来个叉子，对，并且有的时候在剧组的时候就真的需要这种，就是比较开袋即食。对，你看见没有？它这肉哈是那种一丝一丝的，对，可是你放在嘴里嚼，它绝对是嫩的，对，不柴，它不是那种说你嚼不开、咽不下的那种东西。好吃，好吃，嗯，这炭烤的，嗯，是吧？啊，嗯，啊，这个你是推荐辣的，辣孜然味，哦，这孜然的，对，孜然，嗯，炭烤完加点孜然，嗯，香辣完了里面就是加了点这个，加了一点辣味儿，嗯，卤香的就是卤汁味的哈，嗯嗯，卤水的，卤水的那个鸡其实是好吃的，香，嗯，因为咱们吃烤鸡也是先卤再烤，对，嗯嗯。这在几号链接？这是在25号链接。对，平时价拍二。对，平时价格是54.9啊，八袋，今天是16袋到手，69.8。嗯嗯，保质期270天的，嗯、大家赶快去买喽。我们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这个，哦，可以配在一起。哦呀呀呀啊，那配一起吗？不是，我说其实是可以、欧包是吧？对对对。哦欧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这段时间都非常流行，大家这个要吃这个欧包。好、哦、饼干，饼干嗯 ，OK， 好，哦，那是买饼干送欧包吗？饼干，好，奇亚籽的饼干，嗯、这个是这个是哼哼爱吃的，也是我爱吃的。对，到现在其实我是运动之前我肯定要吃的。你是什么时候吃这个？其实我就是嘴馋的时候会吃一下，对，因为它是那种有点像那个豆乳盒子的感觉。豆乳盒子，嗯，咸咸的，哦、咸咸的豆乳盒子的感觉。哦哼哼，你这跟我是有代沟的哈，这从年龄上，豆乳盒子我没听说过，不知道，我只吃过那个奶盐饼干，啊，还是差不多呢，是吧？我觉得它是稍微，我觉得它是稍微紧实一点的奶盐饼干，嗯、完了呢没那么咸，嗯，没那么咸，但是很香，这里边呢是有这个那个麦子的香味儿，嗯啊，其实它是什么呢？就是奇亚籽的苏打饼干，对，这是一个高纤维的啊，高纤维的。对，真的好吃，苗哥。嗯嗯，它是那种干香干香的。对，干，这个形容好，干香，它是干香。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啊是 6.1 克的，每100克啊，每100克，嗯，每100是 6.1 的，6.1 的这个膳食纤维。而且呢它是高蛋白 ,13.9 的高蛋白。嗯，打开之后呢这样一箱，一箱呢是这个16包，嗯 ,16 包。平时价格19.9这样的一盒啊，嗯，19.9，详情页领10块钱优惠券，我们直播间拍一发二，两盒到手29.8，你算算、啊、平时哈19.9一盒，今天两盒到手29.8，那得便宜多少钱？等一下，哼哼跟我一样不会算数。保质期300天啊，2021年3月16号生产的，29.8两盒，嗯，加起来总共是32包，每一包里边是3片，我们上链接，薄荷健康奇亚籽苏打饼干，哼哼爱健康，上链接，哎，上链接，26号，大家买它哈，到大家领券哈，我们点击链接之后往下拉，详情页这是林依轮专属优惠券，领完之后直接拍到手29.8两盒，好吃的代餐饼干，完了它里边呢是添加了一些比利时的菊粉。它奇亚籽呢用的是墨西哥的啊，对，因为奇亚籽它其实也是那种饱腹感很强的，所以吃一块之后就感觉自己就差不多感觉吃。对的，我们那个燕麦粉完了里边加奇亚籽、嗯、也是嘛，嗯、哦，饱腹感强，完了呢，膨胀，也是在帮我们管理控制体重的时候，这个去油腻啊或者这些，对，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饼干好像就没有很油，它没有那种就是。加那种饼干会加的那种很油的东西，是的，嗯嗯，那个，嗯，差不多一会儿那些东西要上来了，好嘞，好嘞，对那些东西啊，不好健康的，好，那这样哈，我想刚才，对，人说小朋友很可爱，小朋友不光是可爱啊，他唱歌可是特别好的，刚才我们很多人一直在刷，说让哼哼唱歌，那哼哼既然来我们直播间了，嗯，那肯定就应该是满足一下。你的树懒们的这个要求对吗？对，行。你如果让你在我直播间唱歌，你会唱什么歌呢？
但是我在你面前的压力好大。为啥？因为我之前我们在节目里的时候有一个舞台就唱了爱情鸟，但是不是我唱的，是我的小伙伴。我知道我知道，那天我还给他们给他们加油打气呢。那个他排练排的真好。哦，最后出来那个歌也效果也很好。是是是。对，我当时听到就觉得这首歌就是真的太经典了。但是那歌你能唱吗？要不我们一起唱。可以啊，没问题啊。副歌。你轻点，我小声点，我附和你。咱们来个副唱副，哎，不是不是。啊，爱情鸟，你唱两句。嗯。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你唱啊，我给你呢。他还没来。不行不行不行，没有，在你旁边我真的压力。这歌这不行，这不能就这么完了，这太敷衍了，这太敷衍。这样，哥哥也做也再过个瘾，想重温一下决赛的现场。爱就一个字，当时你唱出来，刚唱出来那几句的时候，特别打动人。但我也不让你唱全首，让台上全首有点难为你哈。就唱几句，清唱完了呢，这个爱就一个字，好不好？稍微近一点。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烟火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好，哒哒哒，真的，他唱，我觉得他还是唱柔情的歌，所以其实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对，你要让我唱这歌，我肯定唱不出来这种感觉。对，爱就一个字。我唱肯定是张宇啊，什么我们这一范儿的吧。好，那其实时间是过得特别快啊。宇恒呢可能好，可以。那个这个非常感谢哈，恒恒来我们直播间。今天呢咱们营业可以结束了。可以营业可以结束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直播间所有你的粉丝哈，应该是不舍得你走。没关系，以后呢大家来我们直播间喊一声哈，经常买一买薄荷健康。完，如果我们直播间啊，薄荷健康如果真卖得很好的话，以后呢，我就经常让恒恒来，让他来营业，好不好？嗯，好，那这个，那咱俩是拍自拍还是咋着？来，咱俩拍自拍，你拍还是我拍？都是，哎，这，三，二，哎，你脸变形的那样啊？没有，你这样，到时候你拍出去，你粉丝该不干了。这样好吧？好，再来着。你就会比二吗？你就会比这个吗？还有三九也行。好，谢谢，再次感谢宇恒，谢谢哼哼。那这样哈，这个哼哼好像这个我还有工作是吧？对，要离开了。我们大家再刷一下啊，在公屏上谢谢哼哼好吗？谢谢谢谢，再次感谢，谢谢谢谢，有机会都来我直播间啊，我们一起上链接好吗？加油，弟弟。好嘞好嘞，一切顺利啊。好，哎，拜拜，好，谢谢，拜拜。对，我们刚刚21号到26号的链接是都给大家上了。哎，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啊，大家赶快去看看啊！一会儿我们还会这个给大家抽这个薄荷健康。等会儿先，这个我今天先抱走一下。啊，你啥？因为就是我这几天可能比较需要它，就是我得开始，我懂了，得控制一下。哎，谢谢哥。好，我们今天直播到此结束。拜拜拜拜你需要你不在我链接里买，抱走，你把我样品都抱走了，没得播了，粮食太过分了，赶紧去买啊！对，谢谢哼哼，谢谢。那我想的这个哼哼呢是刚刚出道，大家一定要多给他关注啊，多支持他，尤其是像这么一个阳光健康的男生，是的。好，那我想呢。